之前我哋出嚟想抗爭一啲嘢，今次我哋其實係想有一個請願，有一個請求，希望可以美國佢哋嗰邊會知道我哋香港人對林鄭嘅撤回論，我哋係冇收貨，我哋全部香港人嘅決心仍然都係好堅決，就係首先五大訴求缺一不可，亦都有好多好多嘅問題，希望美國佢哋嗰邊可以支持。希望呢、這個法案係可以通過到全員通過嘅，喺聽日佢哋開會嘅時候。因為點解今日我自己一定要出埋嚟？因為其實我哋今日要人數，我哋今日要人多，我哋用我哋嘅誠意去感動美國，希望佢可以幫我哋。所以今日好多，我相信係全部好多和理非嘅朋友，甚至可能有啲勇武嘅朋友，都前線嘅朋友都一定會係出嚟去支持呢個訴求。咁啊，希望今日大家可以係和平出嚟。多謝，和平出嚟。一起出来，一起回去，这个是最重要，希望大家今天所有人都安全，是。